先把温度开始停停的下降，正式打开美国水中最强的季节。台湾市台湾企业玉山工厂有两派高高高的美国水枪，做得讲系咸的都鲜嫩，做得非常多的美国水枪美景。民众不是只有到庄下就系台山等去认真认，都鲜嫩的工厂是在感受，不禁望色的水枪爆发的浪漫气氛。求力过年前前，高铁的美国非常经典，拢是欠满翕相的人。不过咧，桃园市区的牛山公园，十九日比照顾了真好的美国非常。冬天的李总讲，你钓美国非常装了近就是唔难，你更舒含自耕的人心照顾，成就你蛮严重的喜好样。我们在 FB 都看到说叫我们一定要过来，我今天过来真的好美，真的一个宝地，真的很棒的一个地方。全桃园区唯一的一个落羽松的一个秘境，那这边每逢到假日的时候，人潮相当的多，大家都来欣赏这边美丽的落羽松大道。桃园市管理局长用心片讲，台新的桃园市区美国非常的经典，师傅含其更数含李总要合作推广。在台家要怎个改了时期，散布眼镜分散台家供应美股非常做新的高企拆车的问题。落羽松的景点呢，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巴德落羽松跟大溪落羽松之外呢，事实上在我们桃园市区的玉山公园也有完整绕一圈的这个落羽松啊。其实大家也可以利用这个到市区散步的时候呢，来参观我们的玉山公园的落羽松。冬天的李总讲，你买到秋日过年的餐休，咸阳美国非常挑好的食物。目前就三星湾跳的美国非常，都会咧办晋江的鞋，在台家的牛山根本山铺面汤的是，每人按养出两配高泰的美国非常，养出四期晋江的金鞋。看家新闻，罗安达特别报道。